我看你往哪里逃。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都已经睡下了。明日美丽，你去。差一点就被发现了。父亲的秘密一定就在那里。有丢失的东西吗？这里大多都是我们跟各朝各部落之间的往来通信。这女飞贼来这里干什么？叫强戒备。是。会是他吗？他可能怀疑我了，我要伪装的柔弱一些。想的什么？嗯，怎么？不要！想杀我？就凭你？不要！中原女人就是矫情。你再给我摆脸色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救命啊！王妃。大王，你这是……大王，你怎么能对王妃这么粗鲁呢？我们草原上的男人不应该疼爱自己的妻子吗？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了？一个锦国花瓶，也配我疼爱？激烈大王，如果你对我这只花瓶不满意，你尽管说就是了。作为妻子，我都一一照做。捡起来，大王，拼上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是大王。王妃，这怎么拼啊？王妃，看我，快看我！够了。装模作样，王妃，我帮你包扎一下。没事，不用，你下去吧。王妃，大王平时不这样的，只是对锦国的仇怨太深，我一定帮你劝劝大王。嗯，谢谢啊。你给我等着，疼死我了。大王，王妃也是个弱女子，需要人疼爱。奴婢从小陪着大王长大，看着如今大王迎来这样的婚姻，心里难受。马上就是各部首领来我离北朝贺的日子了，王妃现在受伤，自然也是不好的。知道了，忙去吧。这个大傻子怎么还没来啊？这么不懂怜香惜玉，难道是我眼砸了？不会啊。